咁啊，呢条咧关于去旅行事嘅，咁啊酒店咧就俾人偷嘢，成日都有啦，系咪？即系但系今次系酒店出发，即系我间酒店俾人偷嘢啦。我有啲咩最常俾人偷？第一位啊，我间酒店入面有咩第一位俾人偷嘅咧 ？A 笔、B 浴袍、C 衣架定系 D 毛巾咧？笔就当你攞，系咪当偷噶？人哋摆到就唔代表俾你攞得，咁实攞支水你可以攞，实攞喎，有惯法喺度喎，实攞喎啲笔，拉支笔。如果你冇，尤其是以前搭飞机要出国咧，要填嗰啲咩落地嗰啲 form 咧，实攞酒店支笔噶。好啦，嗱喺呢一個薩摩亞呢個大洋洲嘅島國咧，你做一樣嘢咧，有機會坐監係咩咧？好 A 唔記得咗個村長嘅生日 ，B 唔記得咗老婆生日 ，C 你成年之後唔搬出嚟住，定係 D 你成年之後唔考一個船牌咧？兩個成年，兩個生日，嗯。即如果我偏向生日那边，就一定是两边都生日的啦，一是第一个啦，如果半分系咪？算牌，我搞掂啦。系点解咧？唔使谂，我唔知啊，佢会唔会谂到呢一个？哦，算牌啦，咁样算牌咯，系啊，算牌，算牌，坐啊。OK， 对唔住，好，咁我拣翻生日那边啦，我拣翻生日，两个生日，老婆生日，唔系，我系 C 村长生日，成年自己住嗰个村长生日，我拣村长生日，自己住嗰个，我都 C， 苏姐 C 自己住，两个自己住，一个村长生日，一个村长，冇人啦，吓，老婆生日，老婆生日，好，第二题，但是啦，叻，有啲时间嘅，不过佢叻啲题冇人有分啊，些少时间嘅，话我呢条都好复杂，自己写到好复杂，可唔可以问下个分数先啊？而家，好，余德成嘅都姐一分，阿杰珠分半，余德伟半分，哦 ，OK， 好嗱，咁样啦，啱啱做咗一个 survey 出嚟咧，就系2023年。全世界最貴的城市嚇，咁、樣我想問咧，就係因為佢第一就係有兩個城市嘅，係並列第一，並列第一，第二又係並列嘅喎，係、哦、啦，咁樣第二並列嘅係邊個咧？嗱，其中一個咧就係 New York City， 係，另外嗰個同佢並列嘅係邊度咧？咁啊，一就係瑞士嘅日內瓦，係 B 係巴黎 ，C 係我哋香港，係。啲係哥本哈根，但呢樣嘢 base on 啲 base on， 譬如佢哋traffic 啊，平時嗰個生活費啊、電費啊、住屋嘅費用啊，你哋洗費啊咁樣咯。Number two， 亞軍，嗯嚇，同 New York 並列。係，如果係香港嘅話，應該有報導，好似冇見過呢篇報導最近，所以我覺得有啊。我問過最近近月來，我問過。你问过？我问过近月来，冇有几个都系冇，你冇问过。你发梦嘅时候系咯，系啱啱出嘅啫喎，系啊，或者新嘅咯。我可能问2016年嗰啲咧。我觉得日内瓦系好贵嘅，佢并列嘅，可唔可以知道第一嘅并列系咩啊？第一咧，我可以讲一个俾你听，其中系新加坡，系好高嘅，全世界。嗯，另外嗰个唔方便讲。好，我会话系日内瓦。我会话系香港，你话香港啊？系，我觉得系香港。你个直觉咁准，嗯，唔得啊！我有眼镜啊先。好，咁我就既然系咁，我就拣哥本哈根啦。哥本哈根，诶，好啦，样样都有人拣，有人啱。冇人拣巴黎啦。系啊，恭喜你啊，余迪伟。我知道啊。嗱，咁样，第一咧就系新加坡同苏黎世，第二咧就系 New York City 同日内瓦。系。咁样嘅，我哋香港有噶，榜上有名嘅排第五啊。都唔系弱噶，跟住第六咧 ，LA， 第七咧巴黎，第八哥本哈根，第九咧就系台拉维夫，第十咧就系三藩市。好啦，咁啊呢条咧关于去旅行事嘅，咁啊酒店咧就俾人偷嘢，成日都有啦，系咪？即系但系今次系酒店出发，即系我间酒店俾人偷嘢啦。我有啲咩最常俾人偷？第一位啊，我间酒店入面有咩第一位俾人偷嘅咧 ？A 笔、B 浴袍、C 衣架定系 D 毛巾咧？喂，冇咁快先，浴袍、毛巾，我抄好似啦。C 系咩啊？浴袍、衣架、毛巾，几快 ？C 系衣架，笔就当你攞，系咪当偷噶？人哋摆到就唔代表俾你攞得，实攞支水你可以攞，实攞喎，有惯法喺度喎，实攞喎啲笔，拉支笔。如果你冇，尤其是以前搭飞机要出国咧，要填嗰啲咩落地嗰啲 form 咧，实攞酒店支笔噶，系。
依假冒，但浴袍好貴喎，佢標到明係成幾嚿水，成千蚊咁樣嘅喎。係話嘅，即係如果你哋要買咧，下邊有得賣咁。買件新嘅係咪？係，我覺得係不類嘅咁，因為其他啲你都知道，同埋咧，依酒店依家好叻嘅，依家佢唔整個頂個勾，係啊係啊係啊，一條心咁樣，等你偷你毛用，咁樣打橫嘅。咁毛巾咧？即係你如果攞呢啲咧，你係覺得你偷嘢啊嘛？你攞支筆嗰時，你唔覺得偷緊嘢啊嘛？咁所以咪最容易嚟攞筆咯。OK OK， 咁我想問係邊個國家做㗎？德國去做一個研究。德國係啊，德國做一個研究。嗯，我會揀，但我想揀毛巾。邊個揀先？邊個最高分啊？我分半而家變成，我係筆咯，如果咁。如果你當係偷嘅話，OK， 你咁樣奸笑做咩啫？做乜嘢笑下都唔得，咁嚴嘅你而家，你咧筆好直，筆好直接，所以我就揀毛，我想揀毛巾或衣架嘅，但係其實我最毛巾最想偷係個浴袍咯，我會揀浴袍啊，唔好講我偷，唔好你唔係偷，即係咁講啊。好，一個嘟姐浴袍，一嗱余德成毛巾，毛巾我係筆，好毛巾啱，哎呀，好啦，其實佢就話都係有分位置啦，最多人偷嘅就係毛巾，之後就係浴袍，跟住就係衣架，好奇怪啲人偷嘢，但係試過最勁係唔見啲咩咧？唔見一個鋼琴啊！吓，系啊，啲高级酒店嚟噶，系啊，佢话趁住咧嗰啲夜晚深夜嘅时候，成个琴推走咗，好奇怪啊！我依家好紧张啊，听住啦，而家最后一条问题就我问，我冇得攞分啦。但系你好高分啊，已经唔够。哦，余德成两分，余迪伟杰朱分半，唔使惊到咁嘅。嘟姐一分，所以大家好紧贴。最后呢条问题我冇得攞分，听住啦。国际睡眠研究。男人发梦最常梦到是什么人呢？老婆或者女友，其他男人，其他女人，亲人。男人发梦什么啊？老婆，老婆或者女朋友，即是你结婚就女朋友啦，不是结婚就老婆啦，未结婚就女朋友啦。搞清楚。B 就其他男人，C 就其他女人，D 亲人。我最近发梦，最常。我最常发梦真系见到其他女人。我最常发梦一定唔会见到嘅系亲人，亲人一定唔会见到嘅。我就其他女人好多啊，见亲到。我成日见到亲人。但系咧，我发嗰啲梦系咩？其他女人，但系我知，譬如当嗰系嘟姐，但系个样唔系嘟姐，好得意。我成日发嗰啲梦都系其他女人嚟嘅，但系系咯。即係你太監底啊，實容易啲夢嘅，唔關事啊呢個。依家講普通男人唔係太監底嗰啲，又復合又係我，係太監底啊我。而家我喺邊個最高分啊？你最高分，過界先，成哥啊，成哥睇住曬喎，睇住啦。答案係 boy 男人，其他男人冇解釋嘅，冇解釋嘅，冇解釋。係我估下啫，其他男人，估下啫，我估下啫。嘟姐點睇？我真係唔知啊，呢個真係。你攞半分就一齊猜噶啦。係啊，咁我攞半分就唔使。喂，我都請咗啦，我判撇噶啦，係啦。其他男人啊，冇見。係我跟余德成啊，我都跟余德成。好。好賤格，啱曬啊！哇，而家變咗係點啊？佢輸咯，你鬼輸啊！搞錯啊！講啊講，女人同男人唔同嘅。如果女人咧，佢最多如果見到人嘅話咧，佢係多數咧係夢到自己嘅另一半啊，即係男或者男女都各半。而男人夢咧，多數咧係關於工作上嘅嘢，因為佢哋全心全意擺喺工作上面，工作上嘅夥伴又好，同事又好，又或者對手都好咧，咁而好多。時咧都係夢翻男人嘅，而嗰啲即係唔關性對象啊事嗰啲嘢，完全完全冇諗過關嗰啲事㗎，係唔關事。但係咁啊，你下個禮拜嘅題目會唔會係話咩情景最多咧？喂，多謝大家收睇我哋直播，同埋睇聽我哋嘅收音機，下聽日再見。商業電台節目精華日日放送，即刻 like share comment， 再喺 YouTube 撳個鐘仔訂閱啦。想隨時隨地聽翻精彩節目內容，快啲訂購商台節目重温啦！